出道，除了发唱片、拍广告，还有一热门途径就是代言电子游戏产品了。近日 SCG 对战平台在广州举行 SCG 电子竞技平台新闻发布会，请来刘德华御用监制陈德健在内地签约的首位歌手蔡雨晴作为代言人现身发布会，蔡雨晴更是在现场摆下擂台，约一众玩家来挑战自己。我们的游戏平台好像有一个对战系统，是不是？就是说，以后你们可以约我打游戏，可以在网上约我，就如果见不到真人也没关系，好，欢迎来跟我挑战，谢谢。当天活动现场，除了蔡雨晴以代言人身份出席 ，SCG 另一位代言人，同时也是游戏声优的小聂也来到现场。这位娃娃脸的女生以黑色低胸套裙性感现身，加上特殊的娃娃音，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杀很大的台湾宅男女神瑶瑶。